角色的心路历程吗？其实我演的这个角色，她也只不过是二十几岁的小女孩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因为她其实是一个蛮好动、蛮活泼的一个个性。可是呢，因为嫁了老公，然后跟她到了外地，需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啊、困境，甚至回国之后呢，还要面对一些她这个年龄不该面对到的一些挑战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值得让我去学习。